大家好啊，咁啊，今朝喺利昌镖行啊，话哥翻咗好多正嘢喎。系啊，你老友又有啲靓镖拎过嚟，就唔好俾佢停啦。好多都系金镖啊，咁啊，宝玑啊，咁梗系正嘢啦，有249年历史嘅宝玑啊，有着无数嘅发明啊，亦都无数嘅大人物啊，都系宝玑啲客啊。咁宝玑出名，当然大家。最熟悉就寶玑針啊，寶玑面啦、啊，係嘛？咁、今日竟然100,000元都唔使可以入手到一隻寶玑嘅金錶喎、啊。係，大家睇呢一隻。係啊，好靚啊，啲基柳雕啊。係寶玑面啦、啊，寶玑針咁啊，呢一隻就係18K 黃金嘅。上鏈嘅。係咁啊，依個經典系列啦、啊，呢、這個手上鏈機芯，哇，好靚啊嚇！系 ，OK， 依个嘅 size 就41mm 嘅金壳啦，吓、啊，咁亦都有个18K 嘅针扣嘅，咁公价，公价呢只就168,000，系，咁啊，当然有个笋嘅折扣啦，折咗92,400，系，92,400，咁啊，同样呢只亦都有个白金版本，系。白金就貴少少啦，定價176,000，系千五。咁啊，依家折完就97,000。97,000系用緊佢嘅506.2機芯嘅嚇手上鏈機芯。另外自動都有喎嚇。係自動咧個 size 係細啲嘅。依只嘅 size 就38mm 嘅金殼啦，亦都係有著佢嘅寶玑面、寶玑針。最重要的個金幣殼啦，好靚嘅。係，大家睇呢個寶玑嘅金殼，呢只公價就209,700元，好，而家折咗就115,000。115,000呢只寶玑嘅經典系列啊嚇嚇，用著去777Q 嘅自動機芯，係啦，亦都係跟一個18K 金扣，呢個折到嚟115,000啊。係 ，OK。翻咗三隻寶玑嘅金錶，另外，依隻格拉蘇底之前都俾人秒殺過喎，依家又有一隻翻到，仲有一隻啊，係係係，咁啊，依隻咧就公價就119,500，係依家超筍超筍價75,000嚇，有一隻格拉蘇底嘅 Senator 嘅系列嘅，咁啊自動機芯啦，大家可以慢慢欣賞呢副。國嘅 GO 自家機芯40mm 嘅18K 玫瑰金殼，係羅馬字面好啦，係啦，亦都係18K 金扣啦。呢架75,000搞掂嚇，只得一隻嚇今次。另外，哇！突然間見到好多反骨仔喎，係啊 ，Jack 嘅 Reverse 啦，最出名啦，係。上一次翻咗一隻啊，亦都係被我哋標迷秒殺。今次呢隻有咩唔同咧？華哥，呢隻咧就係折扣嘅。哇！上次嗰個係針扣嘅，即係多好多金喎。呢隻係啦。咁呢隻公價就143,000，係就單面嘅上鏈嘅透底嘅，係。咁而家就99,800，係左右。18K 玫瑰金啦，48.5×30mm 嘅，屬於大 size 嘅 Grand Reversal 啊。嚇透底可以欣賞佢副手上鏈機芯嘅，呢家只係99,800。另外有隻超薄嘅，亦都係 reversal 啦，亦都係手上鏈機芯，呢隻 size 細啲就46×27mm， 亦都係18K 玫瑰金。呢隻都係一樣嘅啦，針扣好就公價126,000，咁而家就88,000。88,000嚇，亦都係單面嘅，好反骨仔。另外有兩隻鋼嘅喎，如果有朋友想啊平平地入翻隻即假嘅反骨仔啊鋼錶，今次話有隻係鋼帶呢兩隻咧，我哋早期都有翻過嘅，好耐之前啊，佢就係一面就計時嘅，一面就係時間嘅，係咁其實就好抵啊，因為公價好似鋼帶134,000，咁而家真係一半啊，67,000啫，哇67,000 ，OK， 上年嘅計時啦，係啦，同埋兩面咯，手上鏈嘅機芯啦，859機芯呢只嘅 size 28×43.5mm 嘅，呢家折到嚟只係67,000 ，reversal。
另外一面是 Chrono 計時的，一隻是膠帶，是膠帶這隻膠帶它定價就便宜12萬1，是現在就59,900，是60,000元都不用啊，這一隻膠帶的 Reversal 啊，那也都是有 Chrono 的另一面，59,900非常抵啊！今次呢集三隻都是名牌，看看哪位標迷手快了，拜拜。拜拜。